成语的哈，现在龙年龙腾虎啸，帮我翻译客家话。龙腾虎啸。哦，那个，五福临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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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，沉鱼落雁。沉鱼落雁。南辕北辙。南辕北辙。南辕北辙。那我来问神明的哈，关圣帝君。关圣帝君。那你们有那个义明庙怎么念？义明庙。那有那个叫神猪是不是？啊？你们有那个猪，很大的那个猪叫什么神猪吗？啊，对对对。神猪怎么念？神猪。神猪。哦。过年嘛，要用猪啊，我拜拜什么什么。那个王母娘娘。王母娘娘。圣母玛利亚怎么念？圣母玛利亚。好，这个的话，我看你后面写的春联哈，风调雨顺。风调雨顺。唐虞氏。唐虞氏。唐虞氏是什么意思？唐虞氏就是风调雨顺啊，这不像唐朝一样，我们唐朝是最盛的。中国唐朝是最盛的。那个雨怎么解释？它的雨就是说跟唐朝一样的世界。哦，世态和平。哦，再看一下哈，那个为人不俭，定难言。做人啊，如果不勤俭的话，不检点的话，这个人决定不行。哦，你都自己要想句子啊。对。哦，所以说做人要检点，就是要检讨自己，不要去怪别人，先检讨自己，然后怪别人。哦，自己做的是对不对，然后你就怪别人说你这个事好像不对。对，就五日三省先反省。对对。那个四野歌声三月雨是什么意思？是农家的。哦，那什么意思？他是四野到处哈，唱山歌吗？都是在唱歌。歌声的吹笛子，大家歌声。三月的时候是播种时期，它是最好的，算农闲的时候。对，农闲。哦，那个就是农家的生活。对，我们都要解释给人听了。嗯，因为他要买这点，农家、商家、公家、农家都不一样。那他们有没有句子会叫你指定写的？有。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特别，他叫你写很特别的东西？差不多本省人哦，他用本省话讲啊。哦。他是说本省话讲，他是就是说我们务农的时候哈，做人啊要很公道、很公正，不要去害到别人。自己做的事情，我们好的存起来，坏的不要传给别人，然后我们都吸收别人的意见。哎，都是差不多都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就是这几天出来摆。对。那个上面黑色的都是你自己写的？哦，对对。哦，我看那个字什么日什么金，那个怎么念？哦，那个是用特别的念。什么通天地？那个、日先金交通天地。日先金交啊。哎，那个先跟交什么意思？还有叶啦。那个后面是那个是古字吗？对，古字。这个人啊很爽，日先，嗯，一个日是很新鲜，太阳，两个日先，两个日是很新鲜，三个日很亮晶晶，四个日哦，哇，太亮了啊！这个五个人是通天地，通天天地通明。四个日是怎么念？四个日先金交。哦，交啊，哎。四个太阳晒得很热嘛，一定会烧、哦、烤焦的焦啊，晒焦。对对。哦，啊，后面的是月同星亮尽乾坤，加一点。哦，月亮一个月嘛，两个月就是朋友嘛。啊，三个月是星星嘛，啊，亮很光亮，是
四个月亮当然很亮啊，嗯，啊，冬天比。大哥，那你以前是在教书吗？对，我是小学老师毕业的。哦，在哪里教书？在花莲民慈国小。哪里？民慈国小。啊、在哪一年慈的慈？民慈都在美浓、哦，在美浓港口那里。嗯、哦。明哦，明慈啊，明哦，明年明慈明里，对，哦，你在明慈啊？对对对对。那个明里路是那个卖肯德基旁边那个嘛？对对对。啊、哦，在那边退休？退休。你主科是教什么？啊？你主我是导师啦。那你本来就我是六年级的导师啦，他们都要考中学了。嗯。我们说特别教育他们呢。好好的，怎么去学习要考试，什么题目会可能会出来，我们都要抓住。那你现在退休，平常在做创作吗？我在家里没有什么事，嗯、闲着种花，啊，可以，妈妈都101岁了，哦，那么高寿啊，哇，我大孙子都大学教授了，你住哪里？我住这边啊，卓溪啊。卓溪乡，卓溪村里面吗？这一边，太仓里。卓溪是那条路，我们往里面进去，太仓里。你是说往那个医院后面那条山路上去？对对对 对。那边不是什么中正部落还是什么部落？我不是。那边里面有点阿美族吗？那个是。最里面有一点阿美族吗？对对，一群。哦，你是往那一条？就是卓溪左边那条插进去。对对对对。啊、哦，那边叫什么里？什么北平里什么北平嘛，北平啊、我有去过里面。哦，你有去过、啊？去拍他们那个部落最里面那个小小的。啊、哦，你是住在沿路的？对对对。哦，那你那个你不姓？好、哦、的，我姓方。学生通通都转学，不要念复兴三公，他们都写叫复兴监狱。你去看，白纸黑字，我没有诽谤。是黑字复兴监狱，我复兴三公毕业的怎么样？学校这么破烂，有没有改建？再讲嘛。没有关系，你继续闹。我闹什么？自由公平，好不好？不要再专制，这边是艺术学校，不是专制学校。你不要讲话，我在跟教官讲话。你不要讲话，我在跟教官讲话，不是你的事。插什么话？那我先提醒你啊、哦！你代表校长是不是？拍摄到我们的在学生面前做错误的示范。那你要先有示范哦。还在强词夺理是不是？教官先提醒你啊、哦！公开展览，公开侮辱外宾啊！我没有允许你，可不可以合上你的嘴巴？我没有允许你拍我，请你尊重。你都挡我了，我还不拍你啊？我在收证啊。收证不是这样收证的。可耻啊！复兴三公就被你们搞坏了，好好一个学校，学生最好通通转学。同学，看看你们的教官啊，怎么样霸凌外宾啊？不好意思哈，谢谢你们的哈。那学生在学校抽烟啊，也可以了吗？你们也不要管了。疗愈疗什么愈啊？这是你们校风是不是？有教官，有老师，有保全，哦，又有所谓的导护。你妨害恐吓人家还好意思讲哦？你站在我镜头面前叫我拍你啊？睁眼说瞎话，你很会。